谢谢邓丽丹，唱的还是不错的哈。我不建议你到企业里面，因为首先第一点是你与企业之间的鸿沟太大了，第二点的话是我觉得你这么好的嗓子啊，你放弃掉音乐就太可惜了，而且的话我们为了这个梦想追逐了这么久，所以不如把这条路走下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认为这个选手是来圆梦的，不是来求职的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会留灯呢？刚开始在第一场的时候我不敢确认，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懂他，等他的歌唱完了之后我懂他了。哎，特别好的问题，我就想问问他唱完歌你怎么懂的。因为他心中的那个唱歌的梦需要更多更大的舞台去展示，我觉得你来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也替妈妈实现了梦想，你站在一个卫视的舞台上圆梦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不要走下面的流程了，然后大家直接选就好了。齐哥，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客观。我觉得圆梦和他求职是两回事儿。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李丹今天是特别真诚来求职的，因为你想一想，一个在家全职带了几年孩子的人，他重回职场本来就比较困难，但我们能看到的是他为了去追求音乐的梦想一直坚持，然后去考硕士，这条路走来的不艰辛和不容易，以及他的身上的韧劲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身上闪光点。你为什么要去你用你自己的这个视角和短视去评价这样一位选手呢？特别不合适。杨蓉，如果他只做一个销售的话，我们从他上场到现在为止，他聊了多少关于销售技巧、销售能力的话题，因为他根本不在意那个。但是曹曦他今天来讲得很清楚，他不想做销售，他之前并不是来求职销售的，他是来找一份跟艺术相关的工作。你们让人家自己说一说吧，好不好？对，李丹你说一下，你回应一下曹总。哦，我谢谢您的质疑。我这样回答你吧，其实我真心是来求职的，但是呢，求职企业家为什么会接受你呢？他一定是你有你的优点，对不对？假如我销售也很会销售，然后我又能唱歌唱得好，岂不是可以给你的企业锦上添花吗？我们今天在非你莫属的舞台，我们寻求了一份成功的求职，求得了一份工作，其实也是圆梦啊，对吧？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给所有的求职者提供了一个圆梦的机会，本身找工作就是一个圆梦的过程。谢谢您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这个舞台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价值。坦率说，如果选手来就是冲着我们的十二个企业来的，我不觉得他一定要来这儿，因为我们十二个企业都在招聘，都有 HR 的邮箱，他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之所以存在，我觉得应该允许更多的选手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示他们，他们也是一种求职的方式，求职的目标不一定是在十二家企业，而是全国所有的企业，很多企业家也在看，我们只是在帮这些企业家再去面试他，或者提一些我们的问题，所以适当的展示自己的才艺，尤其是自己的专业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容忍和接受，这方面应该是我们这个平台应该宽容的地方。那好，谢谢您，谢谢老师，大家都鼓掌了，对吧？如果大家都鼓掌了，那我们台上的十二位企业家没有这个岗位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选择？你错了，这个我回应一下曹曦，就是
我们现在我们是留着灯的，我们想看他的能力，那他有他的权利完成整个流程，是因为电视机前的其他的企业家应该看到他的完整的内容，而不是只有我们来。是的，所以正好我拉回到职场这个问题哈，倪丹，你的兼职的这种工作具体是什么内容？主要就是教小朋友的钢琴，还有声乐，然后音基，然后我也会给他们排一下合唱，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我会给他们排合唱。哎，你跟企事业单位排合唱的时候，是你整个去组织这个活动和表演和节目的编排吗？对，是我自己来指挥他们，从最基本的食谱开始，然后教他们会唱，然后教他们把整个合唱的队形站好，整个合唱都把它排好。活动统筹或者活动执行类的工作，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这种职位啊，以前都干过，而且干得很好。属于编导类吗？对，我也希望企业家可以给他这方面给一些机会。他是节目统筹和节目执行和活动，我们的这种商业的活动统筹、活动策划和活动执行可能还稍微有点差距啊。哎，如果回到销售这个话题，你觉得你能讲一个你过去销售的案例吗？案例就是我之前曾经去一个楼盘，就是我们去给他做那个可视对讲、可视电话嘛，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是说难听一点，就是用我们湖南话说，就不怕死耐得烦，我就天天坐到他们那个老总的办公室去磨，就天天坐在那等他。然后但现在可能你电话都打不进去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有，我会去想找到他的其他的方式。就比如说，假如说找金三银郭总推荐斯凯勒的服装。我们有一个5000人的活动，我们要都要穿一样的衣服。我们这个服装呢特别好，这个价可以做到物美价廉，别人给你1000块一套，我可以成本价给你。成本是多少呀？750。但是我们这次是一个商业活动，所有男男女女全穿西装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，你没有西装啊。我可以找别的厂商帮你调换。把我调，那就不是不用买斯凯勒的了是吧？不是，他我就互换呗，哪一天斯凯勒要这个服装的时候，我就把西服换给他。你我没听懂。你 不光你没听懂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其实你那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已经不太适合现在了。第二个其实是你的，我觉得那种就是对品牌的意识其实还是没有的。比如说你去帮换一个斯凯勒，换一个其他的服装给到他，肯定不是企业所需要的行为。我会很担心，如果你我现在到斯凯勒来做销售的话，可能很多的这种概念性的东西要统一，这块可能会需要一个过程。个人想给你一个回应，你的职业方向是100%不适合做销售。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跟你讲过了，利用你的专业，利用你的经历，你是82年的，我们是同龄，职涯的中期阶段一定是用你的优势去做事儿。你挑了一个跟性格不匹配、跟专业不匹配、还跟兴趣不匹配，还挑了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例子，这个明显是不对的求职方向，而企业家提供这个职位也不适合你啊。就是当梦想和现实无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忍痛选择其一，啊，要么我们选择梦想去做，还做你原来的艺术指导，可能会比较清贫；要么我们就向现实低头，我们去找一份工作，也许会朝九晚五。那么我需要一个答案。企业家做出你们的选择。
祝贺你，邓丽丹，成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谈钱不伤感情。来，杨蓉。啊，李丹是这样，我今天特别欣赏你，我觉得你作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非常的执着，而且像有股韧劲。那我微梦创等的主要聚焦在新消费加科技的早中期的投资，所以我现在特别需要个大管家，专门把这个办公室环境啊、员工活动啊组织好。所以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行政专员，那薪酬是5000，地点在北京。好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您。咱们那个节假日可以休息吗？有加班吗？是正常休息的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给你留岗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全职妈妈重回职场特别不容易啊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重新回到职场的话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先从基层干起，会对你未来发展会更好。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您。好，现在邓丽丹，考虑一下，选择微梦创投或者谢谢再见，考虑时间开始。来，告诉我们你最后的选择是？我选择微梦创投。好，祝贺你，也祝贺杨蓉，来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